何荒公子萧无敌本是一个万人敬仰的大英雄，只是有一天突然被召唤到了这个危机四伏的现实世界。难道这就是上天赐给我的美男子吗？怎么还没醒啊？不然我就把你吻醒吧。真是气宇轩昂，风流倜傥。大胆，竟敢趁人之危想要轻薄于本公子。小女子只是一时色迷心窍，还请公子见谅。公子用早膳吧，是菜品不合您的胃口吗？早上起床没什么胃口。可是您之前不是说过，早膳若是少于十道菜简直不是人过的日子吗？公子您还是屈尊吃两口。哎，男女授受不亲，你举止如此轻浮，日后怎么出阁啊？一见公子误终身，我既已经见过公子的真容，今生就非公子不嫁。胡闹，婚姻大事怎可如此儿戏，我是不会娶你的。公子若不能收房，让我留在你的身边做一个洗脚婢也行啊。万万不可啊。做牛做马也可以啊。不行，公子不要离开我！只要公子不离开我，我把我的车子、房子、户口本通通都给你。但如果本公子离开了，你是否就要寻死觅活？对，你要是敢离开我，我就死给你看！好，看在你可怜的份上，本公子就不赶你走了。南小星的哭泣顿时停止，脸上露出明媚的微笑，仿佛毕生的心愿终于达成。你这写的什么东西啊？